这是十年前全球最薄的手机 ，vivo X5 Max， 厚度 4.75 毫米，电池只有2000毫安时。而这是十年后今天刚发布的手机 ，vivo X Fold 3， 厚度 4.65 毫米，电池容量达到了5500毫安时，而且它还能折叠。欢迎回到皇家评测。回想当年去手机店里第一次摸到 vivo X5 Max， 那种震撼感至今都记忆犹新。轻薄的好像一张纸板，谁要是有这台手机，绝对就是班里的焦点。隔了这么长时间，摸到了全新的 vivo X Fold 3系列，再次感受同样的轻薄。折叠屏的厚重是它普及路上最大的痛点之一，半斤多的重量，一厘米多的厚度，放在兜里真的是压裤子。而 vivo X Fold 3展开厚度实测 4.65 毫米左右，折叠厚度 10.2 毫米左右， Type-C 接口几乎就是贴着边缘，而它的重量只有219克多，拿在手里手感真的轻很多，不像是折叠屏的重量，展开之后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轻薄，就好像双手端着一块瓦楞纸板，感觉稍微用点力就能掰弯了。而大杯的 X Fold 3 Pro 在厚度和重量上都比标准版更大一些，但是实际上手的感觉并没有拉开很大的差距。这次 vivo X Fold 3系列只有黑白两个颜色版本，主打一个经典简洁，背面有着磨砂玻璃的质感，手感细腻不沾指纹。除了太重太厚，折叠屏的娇贵也是被很多人诟病的地方。vivo X Fold 3系列的内外屏以及后壳材质都支持一定的防摔性能。今天我们就拿更重的 Pro 版来测一下三个面的抗摔能力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屏幕向下试一下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一二，走。OK， 也是没有问题啊。哇！好，打开之后也是很流畅啊。这里我多提一嘴啊，平时我们用手机基本上都还是贴膜套壳使用。我发现 vivo X Fold 3系列的贴膜也有 2.5D 弧面边缘，左滑返回用起来也不割手。这次的素皮体现在了自带的保护壳上，而且采用了保护性更强的铰链磁吸设计，手感上也中和了铰链部分的硬朗。vivo X Fold 3 Pro 还支持 IPX8 的防水性能，不管是展开还是折叠都能应对雨水天气。vivo X5 Max 在当年确实很震撼，但是它2000毫安时的电池续航同样很震撼。在以前，轻薄换来的是对续航的妥协，而现在 vivo X Fold 3内置的5500毫安时， Pro 版更是内置了57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，相比十年前翻了将近三倍之多，这数值在折叠屏中也算是绝对领先。接下来就让咱们好好测一下，经过皇家评测测到死续航模型测试， vivo X Fold 3 Pro 在外屏模式下的续航时长突破了10小时，为10小时6分钟。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从早上8点上班，边吃边喝不工作，一直玩手机到6点下班，还能剩下给你扫码坐地铁的电。内屏的成绩是8小时41分钟，在一众6英寸的直板手机中排名也绝对靠前。要知道这块屏幕展开就是8.03英寸的小平板，这样的成绩在折叠屏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。除了利用第二代硅负极材料来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之外， vivo 这次也采用了全新的半固态电池技术。熟悉电动车的朋友可能知道，目前半固态电池技术正在逐渐成熟普及，距离锂电池的终极形态固态电池，半固态电池就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方案。它相比目前普遍的液态锂电，在稳定性和能量密度上都有一定提升，而且在寸土寸金的机身上，轻薄大电池双闪充可以说是目前折叠屏的不可能三角形。但 X Fold 3 Pro 在保持轻薄大电池的情况下，还支持了100瓦的超级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，实测充满只需要32分钟。目前折叠屏受到空间和重量的限制，在影像上与直板旗舰还是有一定的差距，而这次 vivo X Fold 3 Pro 的大底主摄和潜望长焦一个也不落下。采用了新一代 VCS 仿生光谱技术的主摄，在样张表现上对色彩的还原很准确，而且蔡司自然模式下的色彩更加自然，接近人眼观感，没有很重的油腻感。对于我这个长焦爱好者来说，非常期待这颗三倍潜望长焦的表现。从样张上看，三倍长焦的解析力非常清晰，对建筑的纹理以及远处的字体细节都还原得很清楚。相机界面还加入了10倍变焦的选项，10倍以内的画面也非常清晰，就是放大看算法痕迹有点明显，还能拍微距，而且还能对微距的焦外进行更自然的虚化处理，实现更专业的微距效果。而且延续了之前 X100 Pro 拍太阳的基因，10倍的234毫米焦段拍出来的日落清晰明亮，而且没有多余的炫光。人像模式中， vivo X Fold 3 Pro 将变焦选项默认设置为焦段显示，有了从24毫米到100毫米全焦段的支持。
24毫米焦段适合拍摄漂亮环境的人像，35毫米焦段比较万能，远可拍人物环境，近可拍人物，强调近距离视觉，人文近黄不是白叫的。50毫米就是标准的人像焦段了，也是跟游客照拉开差距的开始。85毫米就适合拍肖像照，在3倍潜望长焦的镜头下，也有着非常自然的焦外虚化。至于100毫米，更适合拍摄人像大特写，适合带着明显的情绪或者氛围感。而且每个焦段下都有推荐各个焦段适合的蔡司镜头风格，总算没有选择困难症了，随手拍出专业的人像大片。在 vivo X Fold 3 Pro 上也加入了影像芯片 V3， 拉来了 X100 Pro 的人像视频功能，配合悬停拍摄，把琐碎的生活也能拍出电影感。vivo X Fold 3系列中杯和大杯都采用了同样的内外屏，在三星 E7 材料的加持下，内屏的亮度在室外也能正常看清楚，显示拍摄的 HDR 照片时，内外屏的色差和亮度基本无感切换，包括文字的显示上，内外屏也都非常清晰锐利，没有割裂的感觉。而且 vivo X Fold 3 Pro 依然是目前唯一具备双屏超声波屏下指纹解锁的折叠屏，体验上主打一个内外平等。vivo X Fold 3 Pro 搭载的是骁龙8Gen3 SPU 定制版，有独立的安全处理单元。我们还是先看性能表现。在外屏使用上，经过我们对原神的测试，从层岩巨渊一路砍到赤王灵，平均帧数52.4，帧率波动18.9，10分钟后开始降频并锁帧50，性能输出上还是比较保守。而且测试外屏的温度最高38度，后壳最高42.2度。虽然机身足够轻薄，但是 X Fold 3 Pro 的散热性能还是在线的。另外，底部这个卡着边缘开口的 Type-C 接口支持 USB 3.2 真二标准，对于一般用户来说，又多了一个我可以不用也不能没有的功能。大折叠屏从效率和定位上来说，依然非常适合商务办公人士。vivo X Fold 3系列全系都搭载了定制版 SPU 安全处理单元，实现芯片层面的安全级别。平时习惯用的自动填充密码就保存在这里，还有一键静音，用过的都说好。在别家都纷纷推出自己的笔电构建生态壁垒的时候， vivo 选择另辟蹊径，通过 vivo 办公套件打通了安卓、Windows 甚至 Mac 系统的协同连接。目前安卓跟 Windows 的协同有很多方式，但是跟 Mac 的协同到现在依然是个难题。而通过 vivo 办公套件，不仅可以随意的传输数据，还可以在 Mac 上投屏操作手机，操作逻辑也是一上手就会，还可以选择远程控制 Mac 系统，这一点甚至连苹果自己都没有做到，在大屏上操作也更方便。而且在手机上就可以打开苹果的办公三件套，比如常用的 Keynote， 还能现场转换为 PDF 文档，甚至 CAD、PSD 文件也都能打开预览。有了这种协同，在 Mac 上就可以轻松利用蓝心大模型来帮助自己进行办公啦。而且现在的原子笔记也加入了 AI 创作，可以续写文章，帮你打出各种文字模板。现在的小微助理对会议纪要的适用场景也更多了，可以对远程会议、网课进行转文字记录、总结会议摘要等等。如果是跨国国际会议，还可以实时翻译，双语同屏展示，在大屏幕的分屏下也能更合理的展示出来，再也不怕领导突如其来的记录会议需求。说到分屏，大屏幕的分屏操作目前大多数都还是触控操作，并没有展示出折叠屏的折叠特征。 vivo X Fold 3 Pro 可以通过快速的弯折屏幕来进行分屏操作，这样想要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拖拽过去，非常的方便。经过我这几天的使用， vivo X Fold 3系列可以说是一款在手感上直逼直板的旗舰，在影像上对齐直板旗舰，在体验上超越直板旗舰的折叠屏手机。更薄的厚度，更轻的重量，缓解了折叠屏的臃肿，防水抗摔解决了折叠屏的娇贵，半固态电池则是突破了折叠屏的续航。而在这些基础上， vivo X Fold 3 Pro 也继承了 X100 Pro 的影像基因，同时在性能表现上也不输直板旗舰。如果你想要转入折叠屏，但是又对厚重有很多的顾虑，建议先上手一下 vivo X Fold 3。轻薄的机身会让你无缝衔接直板手机的手感。要还是想追求更全面的旗舰体验，那还是首选 Pro 版本，牺牲一点小小的重量，换来更强大的功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皇家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再走。我是一凡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